实相无相啊。什么叫无相呢？无相就是立一切虚妄之相，所以无相跟立相是一个意思啊。立相呢就是无相啊。那么什么是一切虚妄之相？在佛经里面无数次的告诉我们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切现象都是因缘生法啊。中论里都说得好啊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这个我是佛说的，引用佛讲的啊。那么离是怎么离呢？离执着，那不执着就离了，执着就没有离啊。不要执着它，不要分别它啊。所有一切现象里头，不要去起心动念，你就全离了啊。所以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个人成佛了。为什么？他立得干干净净。相在不在呢？相在。啊，相是幻相，相是生灭法。实相实相是不生不灭，实相是从体上讲的。啊，虚妄虚幻的相啊，是从现象上讲的。大讲到虚空法界啊，变法界虚空界都是一个幻想啊。所以我们学过妄境还原观，你就很容易懂了啊。什么是真的呢？真的是体，一体啊，体是一个自性清净圆明体，那是真的啊。为什么是真的？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讲得好啊，这个体本自清净，从来没染污过，现在也没染污，它永远不会染污，不生不灭，本自具足。这句话很重要，自性清净圆明体就是净宗里面讲的常寂光净土啊。这个里面没有物质现象，也没有精神现象，哎，但是不能说它无。那为什么呢？本自具足，它一样都不缺啊，它不现前。啊，第四句能大师说，本不动摇啊。那换一句话说，它是定的啊。昨天上午凤凰电视台来访问我啊，他说了一句话，这现在人常讲人定胜天呢啊，要开发大自然啊，人定胜天。话没错，意思错了啊。人定胜天是怎么讲的？就是能大师那个第四句，何其自性，本无动摇啊。那是自性本定
你要是证得了，那就升天了。啊，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不是说我们人的聪明智慧啊，科学技术啊，一定可以战胜大自然呐。啊，别说大自然了，连地球都战不胜。地球稍稍晃一晃，你就受不了了。啊，你怎么能胜过它呢？啊，一个大都市，几千万人在那里，一个大地震就完了。啊，这大家知道的，胜不了天呐。啊，可是自信本定，你要是真得了，那就能胜了。幕后一句：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啊，能生万法，跟前面的一句“本自具足”。是正反两面，本自具足是隐，佛法讲隐，能生万法是显，现出来。啊，这个自信清净圆明体就好像我们像眼前的电视。啊，这个体是什么？体就是电视的屏幕。啊，它什么都没有。啊，它什么都没有，你不能说它无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频道一按呢，画面就出现了。画面出现呢，不能说它有。啊，你知道这个真跟妄，啊，屏幕是真，画面是妄，真妄是一体。啊，哪一个妄能离开真呢？没有法子离开这，离开屏幕，它就现不出来了。哪一个真不在妄里头呢？啊，这一个屏幕里头，每一个方寸都在画面里头。啊，但是真是真，妄是妄，真不是妄，妄不是真，对不对啊？那换一句话说，真就是妄，妄就是真。真妄是一，不是二，对不对？也对，你得把这个搞清楚。所以佛跟我们讲的时候，实相、理相啊，啊，实相、理相啊，就实相无相，实相无不相，它是一桩事情啊。所以看电视会看呢，华严境界啊。啊，会看的时候能悟入啊，自信清净圆明体啊，那这就成佛了。但问题你会不会？啊，我们为什么不会呢？就是你在看的时候，你起心动念，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着。啊，所以你有，你着相了，这你着相了，你不是立相，你着相了。啊，着相。是六道凡夫，啊，立相呢，在佛法里面讲阿罗汉呢，你不是凡夫了，啊，立相人道立相就是说你不再执着一切现象，你心是平等的，啊，你就超越六道轮回了，你证阿罗汉果了，啊，要不分别了，那你就是菩萨了。不起心不动念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最重要的是叫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之后，不要再执着了。啊，要从这里下手。